李隆基的36岁未婚妻黄青霞，因涉逾期居留、使用虚假文书等6项控罪，被关押等候应讯。今朝李隆基再次现身大榄女惩教所，佢带咗记事簿、润唇膏、一本燃气攻略、护肤品同笔呢啲日用品俾阿 Chris， 等佢得闲可以画下画。始终个女孩子需要保护下嘅，我谂带呢啲俾佢啦，希望佢。習慣以前的生活，即以前在家都是咁以查嘢嘅，但是在里面没有的，这些没有的，希望看看我尽量即减低他的忧郁的情况。这些是他的要求吗？不是你细心的。我想的，希望尽量每一方面都可以帮到他。